无时间搁搞，有请阿基赛。阿基赛你好，欢迎哦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淡水的陈小姐吼，她说很喜欢吃咸猪肉，有时候咸猪肉啊，那切片呐、啊，或者讲真正的行行的炒菜啊，炒豆苗都非常非常的赞啦。阿姆哥要做咸猪肉吼，要有很久很久很久隆隆而探的时间。哎，咱今嘛吼，在快速的变化的社会吼，要如何快速做咸猪肉？看麦，咱今头只步是啥物呢？就是这個。这个我品看麦你品，我想要跟你讲啥？咖啡渣，对了啦，用咖啡渣来做咸猪肉，就是咱的头一步。安怎讲，你知无？伊吼连面色水正水，啊，速度阁足紧的，会当防止咱这个肉来抗拒油脂酸败、超油埃啊。伊这落去，这肉吼，你这块肉拜拜完了以后，你会当照这个方法做，来放在冰箱里头，冰好久久，食好久久，肉质。超油 IB 都没造出来，现在你还厉害，开始到底要如何使用这废弃的咖啡渣嘞？好，咱先来看卖吼，好来，啊，咱即马首先吼，当然啦，这个就是咱拜拜的肉，哦，对啦，冷冻过啊，哦，这用过啊，吼，来，啊，咱即马，嘿，杀过啊，对不？是，啊，咱即马吼，甲安怎处理？你知无？你甲切较碎的，啊，叫一支签嘛有无？哎，啊，好，你冻啦，啊，另外一半一。哦，好，你冻起来。今天冻吗？嘿，安尼冻。好啦，嘿，是你叫我冻，我才冻哦。对。我无凊彩，我袂冻咧。不要紧。啊，咱即摆吼，你创我真有兴趣耍啊吼，来，咱家准备一点点仔蒜头，好不好？冻好啊，准备蒜头。蒜头。来啊，盐一点仔给我。好，安好，来一点点盐。啊，你有。我所讲的一点点，就是真多的意思啦。过来，现在刚是每个人的一点点不一样。对，你做你看，你刚刚欢喜，你看四个。两、三，好，安尼好啊吼。来，安尼，为什么呢？我较爱教咱观众朋友讲，用塑胶袋啊，你操作手较清气性吧。啊，你安尼哦，盐、甲蒜头，灼灼的嘛。哦，对不？灼灼就好玩嘞。灼灼啊，你即马煮这个肉，摕入来内底吼。嘿。来啊，你就踮个塑胶内底吼，你这个安怎去烧？对不？因为你爱去，你爱去抹啦。要该洗落就对啦。该洗入去啦，对啊，爱洗入去啦。你先哦，拄只要该冻空啦，对啊，唔得食哩，唔得食哩吧。啊，咱这烧爱烧偌久的时间嘞？真简单，你烧个手吼，你就会感觉刷刷对不？啊，够一撮啦刷刷。盐也袂油嘛。系是。啊，你个烧个刷刷的感觉无去都会使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嘿。啊，其实这真紧啦，因为盐哦，蒜头落去化水了，伊真紧就油起来了。哦，锡箔纸要做啥物咧？做啥物哦？就是做咱的头食包啊。其实你那个锡箔纸放在鼎内底。放在鼎内底啊。喂。好，来，啊，这就是咱讲的咖啡渣。咖啡渣。好，咖啡渣嘞，来，很简单哦。来，你即马咪直接干嘛？放个锡箔纸来滴。阿先生，你又把咖啡渣放在我们的锅子里面？没有，我有出一张锡箔纸啊。哦，下面是锡箔纸，阿不然你是干咪怪怪？袂啦，袂怪怪，哦，足顺片耶！看到你片你就知，一个架子，架子架好了。啊，你要收了牛尾，牛啊哈，牛啊，好啊，牛啊，你就蒜头啊，好来，啊，你手嘛唔免去摸这个吧，因为即马有蒜头味啊嘛。哎，你就真简单来摕咧，直接解起来，放咧就好啊。伊蒜头啊，有无？有无？这规拢加入去啊，底下内底吼，蒜头拢加入去啊。好来，加拢蒜头。点挂来，嘿，点挂提来。好，等会解开来。好，开来啊，看挂，看挂。好。好来，啊，咱即马吼，这个大火开落去以后，咱要解说一下吼，为什么要除锡箔纸？为什么呢？吼，锡箔纸伊这层锡啊吼，嘿，伊对在导热的时候，有扩散的功能。哦，加速，会能给整个的机壳。来电有迄落下有铝的成分，它是一种合金哦。它速度遐尼紧的时阵，你看它的抗高温功能就用在我们这个锅底的效用上面。你若讲无除一张纸来讲吼，直接安尼可用这个电烘，嘛是会使。但是有啥物排除呢？系啥物排除？这个电是铁电也好，stainless也好，你小个的多都是集中伫个中啊迄空。哦，它没有办法扩散的功能。没办法扩散吼。啊，第二项吼，这个电真紧就烧歹去啦。安尼，咱要烧偌久的时间嘞？真简单哦，你看伊内面有烟罩出来就好啊。啊，其实，请烟啊，请烟啊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我买好，哦，来，哇，那马变这种色，这皮有水不？水，水哦，像哦，还油，我那油这整。
重点爱解释就是讲，其实吼，咱这个安尼咧用这个烟咧穿的时阵，即款速度较紧啦。你就会当讲，免用豆油，免用糖果，免用啥物拢免。哎，吼，啊那无呢？你一般那像安尼咧穿这个肉吼，一块青肉要穿到会有这个色水吼，穿足久的，穿几工啊？我有穿几来点钟。对。哎，你看这么漂亮，这样你要紧，咸猪肉又好了。但是的陈小姐希望讲吼，这种做法。你也当满意哦，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哇，你有没有觉得很 surprise， 很惊艳？这就是我们的阿基塞，神奇的阿基塞。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的参考有什么问题？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祖传秘方，欢迎提供给制作单位。我那采用时钟会送你精美的小礼物哦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谢谢我们的阿基塞，多谢，谢谢。